或者说，哎，如果要换这个兑换外国的这个钱币的话，哈，这个汇率报告也要留意一下了。那我们看到，我们美元是兑1.3814新元，欧元兑1.5896新元，英镑兑1.8174新元，澳元兑0.9830新元，一新元兑3.0095令吉，一新元兑81.7703日元，一新元兑5.0122人民币，一新元兑23.8397泰铢，一新元兑5.6707港币，那一新元是兑22.4145新台币。股市大势未报的第一重点路线，系主点低中网高价股收集，月线6844每点。交易专业信息，任性一善，请让位给更需要的人。要理解每节的路段交通拥堵，那是在星期一往北拐你的方向，在河洛路的出口处交通拥堵。Passers Drive A 的出口处和 PID 的出口处之间，另外呢是在 Lincoln Highway 往山峰位的方向，在过了 Republic Avenue 之后，也是车祸车速法案。